那在这个课程我们要培养同学的是图解的选用能力，好，不是你的画图的能力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美术的设计能力，而是逻辑的归纳能力。一个叫白板、动画片、资料图跟真实，有这五个。我靠近每个样板底下会出现它对应的可能，还有更多的简单的，可以从这边看到娃娃啦，你的动画娃娃。白板的动画娃娃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